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。你以为车不是你开的就没事了？公司黑白，是非敌我，你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分得清楚？你有了徐威的行踪，为什么知情不报，刻意向组织隐瞒，擅自行动？你知不知道，抓到了徐威，就能顺着他确定伯劳的身份，这股特务组织就能彻底铲除。可他毕竟是我兄弟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那么多年，他那时候并不是个坏人。我一直觉得我能够挽救他，现在让我完全不顾兄弟感情说实话，我做不到。我就是过不去我心里这道坎，我的心是肉长的。你的心是肉长的，我的心就不是肉长的。牺牲了这么多的同志，他们都是我带的，他们的父母跟我要儿子，他们的爱人跟我要丈夫，我该怎么回答？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回答？对不起，这次确实是我的问题。对，人民公安这四个字，你配不上。总理，看着吧。十。九八七六，你太快了，你数数数慢一点。四三二一，怎么还不回来？你太快了，再给他点时间。不会真回不来了吧？不可能，这些鸽子啊，他们都认得回家的路，很快就回来了。爷，你要不先回去休息会儿，这太阳太晒了。找鸽子去啊。小祖宗要真出了什么事儿，那老狗脑子跟我没完啊。还十秒钟就回来，以后少吹牛。有空了去跟陆主任道个歉，说说好话，别嘴硬，听到没？好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走吧。好你个大白，不给我面子是吧？人家都走了你才回来，给我回去！回来！大白，你成精了你，还骂不得你了！谢谢伯伯。谢谢啊。站长，你这么喜欢孩子，为什么不自己要一个？革命事业未尽，现在要孩子就是个累赘，这点你应该是最有感受。是，我感谢站长让我见到了赵兰。我现在觉得，为了家人，做什么都值得。金马厂给你安排了新的身份，码头仓库的管理员。证件在这里头。好。这里边还有金马厂最新需要完成的任务。好了，蛰伏结束。你也该振翅高飞了。